文才，纸笔墨刀剑。师傅，什么是纸笔墨刀剑？黄纸红笔黑墨菜刀木剑。黄纸红笔黑墨，真刀木剑吗？ 师傅，我求你饶他一命，你放过他吧。师傅，你放了他，你是人，他是妖，你们注定不能在一起。人跟鬼是不可以在一起，你这么缠着他，只会害。那妖叔徒，你们两个在一起，都是他害死你，又是你害死他。 放了他，他会不会放过你呢？师傅，不要，我答应你，我这辈子都不再见他了。师傅，就答应师兄吧。师傅，不要，这么说他能救过我？如果你现在出手，他就永不超生了。 去吧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不要管我，怪你，让我错了吧？让我错了，答应我，答应我，我错什么？都不怪我了。不好想你。